好，先来试试那个人长久，好，先试试 Q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最后那个反那个留住，那是正常速度还是带点的？咱俩自由吧，你等我。对，我就不听点了啊。那一下什么？咣咣咣咣，音乐全收，然后我下和弦。除了你我。来，一生中最爱吧，雨真，雨真啊，雨真。如果痴痴地等某日，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。哎，玲子，没有特别显眼的错误，说出一两个。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，对，就是这间隔就是别的地方。间隔是需要间隔一下吗？不就是它不停吗？不停，就是。你会发觉间隔着。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。你会发觉间一点点。啊，这反正这混合语种是。对。普通话加粤语，粤语太难了，粤语。有九个音是吧？九个调，他再拐一下子，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小雨，就是你这个上次咱们吃饭那个琴，就那把。一二。那个这歌、个、刘卓，你 Q 那个小提琴小雨，他能听见吗？能、哦。那你俩 Q 一下，就是一二起的，就同时起特容易。哎，小雨，你这个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，你可以加一点那个双指音，不用完全那个哒哒滴哒滴哒，就飞出点别的东西啊。然后最后一句不想他，我觉得刚起晚了，下晚了，就是两小节就记。那个位置是他抓你。他那没人 Q 他吗？没有，就是他听你的尾音。其实你就是数，嗯 ，two three， 六 ，two three， 哒哒滴哒滴就行了。就是不要太长，刚太过就起太晚了。刚才有点太长。太长了。嗯。啊，不想他。
其实就是唱渐强的时候，最强的时候起就行，差不多的意思啊。澳门开工大吉！晚上好，我非常感激朋友们的诚意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这里能够一起过元宵节，我们今天至少今晚上我们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，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，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，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。没看镜子，也不知道都弄不弄好没好没好啊。谢谢。你知道泡泡吗？泡泡敲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我还怕他听到发出音来。你吃到一颗，对不对？有两颗。抱歉，那个要回归啊，一根草，半根香草，好看就行。我跟那个小雨啊，是在魏总的那个我们院里的家里喝酒有一天。我 Q 一下我大卫，我说我们喝酒，说我们能休息一下，能不能在我旁边拉一个 Jazz Meditation？ 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比如说像你唱歌说像不礼貌嘛，就是我们能休息一下，演奏一下。对，完了，一小雨完全的很宽厚、很宽容的，可能也是喝多反正。然后哎，我觉得那个那天我媳妇说，那个旋律不是他俩，是小提琴自己唱出来的，就是如泣如诉，有种呜咽的声音，那有伤感的那个 meditation， 那个就那个太美好。我正好我们那个2月24号去澳门，就加一首歌。对，酒后呼吸也。小雨是。因为最年轻，他是财富司仪的那个大赛的，是中国的青年的金奖世界，完国家大剧院的首席。说那天吃完饭以后说，那咱们在一起合作一个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跨界的古典音乐和咱们流行音乐的合作。谢谢大家啊！因为你们来来日方长以后，可能找机会去国外去或者去国内考考地方这一种。哦，好嘞，大家辛苦，谢谢啊，替我们各位演奏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了。